皮克球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可以再炒出一个新的项目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皮克球真的是要非常小心，减少失误。王君祥要截掉，互相截击，漂亮啊！往前扣杀。最公平的是，都是从零开始学起的。那么久。全队啊没有，不是你，你刚刚说你要丢嘞。他可以上了，但我没丢过，是吗？哇！没对，没对，你脚踩在上面，然后问大家有没？有没？好球，娇娇！哎呀，可以哦。你都没有用很下毒，你都是很多教他就动手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们转过来的时候踩的时候，你们换掉自己的动作就快。哇！哇！新纪录，差别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越丢越有心得？还是抓感觉，感觉好多地方要调，微调，像转宽的部分，还有那个投掷出去的点要再高一点，就是这两个都要再调。但我觉得这两个调就应该会再远一点啦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。标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垒球，它可以扭你的肩膀或扭你的手肘出去，可是你在丢标枪的时候是，你一转就。往前打，你的手肘、你的手腕的方向是这样，这样带球对不对？转过去，这边一拉紧。OK， 可以吗？对，上垒吹毛，对，然后尾巴，好，对对，再来打。是这样，手有什么样的行为？难猜吗？我觉得只要对准就没关系。可以连线耶。赌什么？杨乐多。对，养乐多，全队养乐多，一瓶养乐多。好，这是观众席吧？等一下，先插一个油。拿板了，拿板了，拿板了，拿板了。这个指挥还是故意的，这指挥的梗哦。等一下，有个问题，他的枪头。他昨天没去。第一次投掷。零分，那个平号，没有，不是你，你刚刚说你要丢嘞，他可以上了，但我没丢过，是吗？哇，没，好球，是可以，就是是没躲，是不是没躲？对，丢对丢太多了，大家的肩膀都比较上。他们集合一下哦，集中你了，给他集合一下。林浩集合。没有没有。好，关键我跟你换队。会被我们队友排挤，不可怜。我这么辛苦的做苦工，还要被排挤，这样对吗？主要是他的这个。手腕，对。我刚刚本来是跟四安一队的，我们两个是一组互相帮互相拉筋，结果他现在去帮小猪拉了。刚刚你不来帮我拉，去帮小猪拉了。你是不是小猪很像蓝龙队吧？小猪是小猪队魂。对啊，心里都是老大，何况你。